一名男子他和朋友到吃到饱的烧肉店用餐，离开的时候食材没吃完，店家向他们索赔竟然高达1200多块。消费者抱怨说，他们没吃完不是因为吃不下，而是食材供应太慢，而且限制用餐的时间才会来不及吃，一气之下向消保官投诉。烤好的肉片让人看得口水直流，吃到饱餐厅的无限供应满足许多饕客的胃，但剩下的饭菜太多，店家可是会索取剩菜费用。照片里整张桌子摆得像满汉全席，整盘寿司纹风不动躺在盘子上，业者就跟用餐的林先生索取1280块的费用，并让他外带离开，但林先生觉得实在太贵太夸张。第一个，你上菜的时间过慢；第二个，你的火炉过小；然后第三个是，你不让我们有如期使用的空间，因为，它一份餐点也颇贵，就是大概一个人大概700多块，快将近800块。林先生对此相当不满，向消保官申诉。他可能有违反这个所谓的比例原则，哦，对消费者显示公平。调解过后，店家将罚款全额退费，但消保官呼吁民众，吃到饱，适量点餐就好，不要造成食物的浪费。